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 Siam Legal 频道，我是朱淑玲。我们上次聊到了泰国精英签证的基本认识，分别讨论了泰国精英签证介绍、成为泰国精英会员的好处、选择套餐享受的福利和支付方式。在这个视频里，我们来看看泰国精英签证到底有几种类型、签证有效期、入会门槛以及哪个套餐适合您的需求。受大众欢迎的泰国精英会员套餐总有七种，价位在于60万泰铢到200万泰铢。精英签证有效期会按照您选择的套餐，赋予您在泰国合法居留5年、10年或者20年的权利。五年有效期的有两种会员：精英初级个人 （Elite Easy Access） 会员费是60万泰铢，适合还不太了解泰国精英这个项目是否值得购买的旅客。您可以选择这类会员体验泰国精英主要的特权与福利。精英初级 Elite Easy Access 另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灵活性。选择这个套餐后，您还有资格升级到20年有效的签证哦，您只需要补充差价即可。另一种五年签证是精英麦斯玛健康 Elite Maxima Health， 适合在泰国寻找一流的医疗和保健服务，包括在泰国的私立医院和诊所就诊。会员还可以利用个性化的健康评估和医疗方案，满足个人或者家庭的健康需求。入会门槛是150万泰铢。十年有效期的有两种会员，分为精英家庭中级 Elite Family Alternative 和精英 VIP Elite Privilege Access。精英签证有效期为5年，可续签5年。精英家庭中级 Elite Family Alternative 主要持卡人会员费是80万泰铢，额外的家庭成员需支付70万泰铢。精英 VIP Elite Privilege Access 主要持卡人会员费是100万泰铢，额外的家庭成员需支付80万泰铢。那么这两个套餐的区别在哪儿？怎么价位差距这么多？答案就是精英 VIP Elite Privilege Access 包含1年18次的机场专车，距离50公里或者80公里，和健康福利，可选择年度1年1次的健康检查，或者是1年2次的口腔健康检查。20年有效期的有两种会员，分为精英高级 VIP Elite Superiority Extension 和精英至尊 Elite Ultimate Privilege。精英签证有效期为5年，可续签5年，一共4次续签5年的资格。精英高级 VIP Elite Superiority Extension 会员费是100万泰铢。如果您是寻求性价比高的旅客的话，您可以选择这个套餐，因为您只需付100万泰铢就能享受20年自由出入境泰国。精英至尊 Elite Ultimate Privilege 会员费是214万泰铢，额外收21400泰铢的年费，申请人必须20周岁以上。选择这个套餐，享受中级最高端的泰国精英专属特权与福利，另外还允许加上家庭成员到主申请人的会员中，增加额外的家庭成员到精英至尊 Elite Ultimate Privilege 需要另外申请，叫做精英家庭高级 Elite Family Premium， 它不可以单独购买。申请人的签证有效期会根据精英至尊 Elite Ultimate Privilege 会员持有者的签证有效期来定。精英家庭高级 Elite Family Premium 的费用是100万泰铢，包含增值税，而且会员需要支付10000泰铢作为年税，也包含增值税。除了这些，当然您也可以享受各种专属您生活方面上的服务，例如5星级水疗护理，在泰国一些最好的球场打高尔夫球，以及在一些最好的酒店度假村享受折扣和促销活动，以及在最高级的餐厅享用美食，让您感受到奢华的体验。本视频就分享到这，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关于泰国精英签证申请流程、申请资格等等相关的信息，就记得
订阅我们，我们下个视频上见。您也可以点击视频下方显示的链接，或者加我们的微信，了解我们公司提供的服务。谢谢观看，记得为我们点个赞跟订阅。这次分享就到这，下次见咯，拜拜。